哎，等一下。这就是年上的意思吗？年上？年上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年纪比我大的意思。咱们俩年纪差不多。你是说我成熟稳重？不是。哎呀，吴景浩，你真的不用那么在意我的理想型。但是你爸告诉我你喜欢偶像剧男主那一款。他知道什么呀？我在看电视的时候他都在外面喝酒呢。那你爸为什么要骗我？难道他是想让我知难而退吗？干嘛呀？担心我爸不喜欢你啊？有一点。放心啦，一般来说父亲都很抗拒女儿的第一次恋爱，习惯就好了。明白了。我爸，喂，爸。喂，韩飞啊，晚上回家吃饭吧，爸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鱼。好像不行，我跟同学要聚餐。你们在哪里聚餐？我们去茶餐厅吃，就是青春路上那一家。我还有事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韩飞啊，我觉得你爸好像是不太放心你，要不然咱们俩的事儿先瞒他一下。不用，我们又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还怕他不同意不成？那他要是真的不同意怎么办？那你就想办法让他同意喽。不是说在庆春路吗？我去茶餐厅给你送吃的，那根本没人聚餐。